你好，那个 H 路卡哈，它的主要差别就是因为刚刚栏位名称是在上面，可是如果你栏位名称是在左边的话，这个时候就记得用 H 路卡。不过有的时候哈，像我的习惯这样，我习惯会把，像如果把栏位名称放左边有点怪怪的，所以我习惯怎么样，把它怎么样，把它转正，转一个90度。哦，那以前的话呢，大家有同学不知道说有个功能的话，应该都知道吧？如果你要转正的话，就把它复制之后这样。在旁边这边选择性贴上，这边有个选择性贴上，对不对？直接怎样转置就好了，按个确定，它就转置了。OK 哈，那不就不需要说慢慢在那边搬的啦，不然是自己搬的话，那资料如果很大的时候，我这怎么搬哈？那你如果转置之后的话，就可以用 VLOOK 函数来做。如果实在是不能，那还是一定要用 HLOOKUP，也是差不多的方法。插入函数里面的话。如果要查入库数量，查 CD2 的入库数量的话，那第一个当然哦，找到检视与参照里面 HLOOKUP 啊。如果你的栏位名称是在左边的话，那就找一个 HLOOKUP 在这边，对不对哈？按确定，然后要查什么呢？查 CZ2，所以你打一个 CZ2，记得前后怎么样加个双引号。如果你忘了加双引号的话，那就会产生错误，好。OK，那如果说你在英文跟数字夹杂，它就一定是数字的，好啊。可是如果你的里面是数字，它就用数字来比对，所以有时候数字跟文字哈，尽量栏位里面尽量还是统一啦。如果全部放数字，全部放数字；如果全部有就是英文加数字，那你就英文加数字啊，比较不会查错。好像有同学刚刚就是有类似的问题，奇怪，怎么有的时候查对，有的时候查错哈？好，那。这个 table array 指的就是对照表，是这个范围。好，那记得不要选在栏位名称。那再来的话，row index 指的就是你要查回来是第几列哦。刚刚不是 column col，那现在是列。列的话一定不会是第一列，一定是第一列以外的，那就是啊第一列、第二列，所以输入二。那比对的方式的话，如果是零是完全一模一样，那我们就用零好了。好，因为它这里面就刚好是 CE2 啦。OK，按确定，那就把资料查回来了。那其他东西一样嘛，你就把这个再复制一下，取消了没有？那如果你要查单价的话，就把它贴上，改一个什么呢？改一个，本来查的是第二列东西，查的是入库数量嘛，现在改成什么？改成三，有没有？就换成单价嘛，把单价的东西查回来，按打勾。所以 CE2 的25带过来，5588带过来，OK。如果你要查其他的一样哈，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用做个下拉清单嘛，有没有啊？一样下拉，自动把东西带过来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是零，可是如果说我要找接近的，比如说销量是在什么呢？销量是在65000的之前，65000的之间，我要查回来65000，那你可以看65000应该是比较接近这个范围，所以回来应该是12%嘛，哈。那如果说你要用查的方法的话，那一样，这个地方用那个 HLOOKUP，因为呢，它的栏位名称也是在左边。那查的话呢，特别注意是查销量。Table Array 的话呢，是这个范围。那它查一定是查第一列了哈。然后呢，带回来的话，我要是第几列呢？一二三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边给三。那比对方式的话呢，如果你输入零的话，是一定找不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65000，这边没有65000啊，哈，只有找接近的，所以输入一，哦，所以你就很好记嘛。零就是找一模一样的，一就是找接近的。OK，所以我把按确定之后的话，那你会发现12%就帮你带过来了。好，但是会有个问题，看起来58001应该是最接近，没错。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数字改一下，比如说我把它改成61001，